Hello， 大家好。咁我而家咧就喺傾神嘅河邊。點解傾神嘅河邊唔係喺標題嘅 Walking 同 Guildford 咧？就喺我尋日唔記得開個好嘅頭，所以而家開翻。咁講一講地理位置先啦。咁傾神、Guildford 同 Walking 咧都係喺倫敦嘅西南部嘅，三個都算係受歡迎嘅通勤小鎮啦，即係英文叫 Commuter Town 啦。因為大家咧 work from home 多咗，所以會越搬越出啊。咁所以呢條片咧就希望帶大家去Walking 同 Guildford 睇下嘅，咁如果未睇我關於 Kingston 嗰段片咧，撳翻右上角咧就有 Kingston 嗰段片可以重温翻。咁 Walking 同 Guildford 咧就係屬於Surrey 入邊嘅，咁但係 Kingston 咧雖然好近 Surrey， 但係其實佢屬於倫敦嘅一個 borough 嚟嘅。咁喺參觀嘅片後邊咧，我就會做一個關於三個城市嘅交通啦、治安啦、樓價同埋風景嘅比較嘅，咁如果主要有興趣聽呢樣嘢嘅觀眾咧，就可以去呢一個時間點。咁如果中意呢一類關於參觀唔同城市嘅片，就記得 like 咗佢啦。大家都可以 comment 下，可以去邊度拍下，睇下唔同嘅城市啦。因為咧，我自己都想去發掘多啲城市，睇下遲啲會唔會搬去第二啲城市住下嘅。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 埋我嘅 channel 啦。咁而家咧就去翻尋日參觀呢兩個城市嘅片先啦。早晨，今日咧就嚟到 Guildford 啦。頭先就去咗 Guildford Museum， 咁啊免費，咁啊入去兜個圈啦，冇乜特別。其實咧 ，Kingston 都有個 Museum， 不過從來冇入過去。咁而家咧就去 Guildford Castle 度望一望啦。頭先過嚟都幾順暢，行嗰條 A3， 我諗加埋就40幾分鐘啦。但喺條 A3 度就其實可能20多分鐘已經係過到嚟。一條 highway 好都幾好揸，咁但係咧過到嚟又幾多人喺度泊車，可能今日禮拜六咧好多人出嚟 town centre 度行啊參觀，所以頭先户外嗰個又呼，頭先睇呢度隔離咧室內嗰個又係爆曬。後邊咧就係 Guildford Castle 啦，行咗幾步就到噶啦，其實。入場費咧就要3.7嘅，但係上到去咧，裏邊就好似冇乜特別嘢睇啦。咁但係上到去咧，頂呢度應該四層樓高度啦。咁上到去個頂就可以睇到 Guildford 嘅一個全景啦。咁但係我哋就唔起嗰幾磅上去啦，而家就繼續喺個 Town Centre 度行下啦。而家咧就嚟到 Guildford 嘅 High Street 啦，咁一睇呢啲建築啊，呢啲石板路咧，就知呢度係英國嚟嘅，非常有英國嘅特色，好靚，好舒服嘅一條 High Street 咯。轉個頭咧，就嚟到一個大嘅商場啦。頭先喺 High Street 行過嚟啦，咁沿路都有啲細商場嘅。咁但係呢個 The Fiery Guildford 咧，就
應該是最大的商場啦。睇有咩買先，有 Sara 啦、Superdry、Urban Outfitters、Sara Home、Primark、River Island 同埋 Hollister， 仲有間 Next， 好有香港商場 feel 啊呢度。呢條咧就係嬌佛裏面嘅河啦，叫 Riverway W-E-Y， 咁就係泰晤士河嘅分支嚟嘅，就可以啲船運啊，就可以運入去泰晤士河，再運去倫敦咁咯。都是在個市中心隔離，但相比 Kingston 那個呢就相當上色了。這條河 Guildford 的站呢就在這裡，它不是市中心那邊來的，隔開了一點點，都大大地有一個 parking lot。 看一看地圖， Guildford Station 在這裡，剛才我們在這裡 Fiery Center，我哋頭先泊車咧，就泊咗喺呢一下邊呢一度，之後行過嚟，嗰個 castle 就喺呢一度。成個市中心大概咧就係咁啦。順帶一提啦 ，Guildford 最大嘅大學咧就叫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 咁所以呢度都算係一個學生嘅 town 嚟嘅。同埋頭先沿路咧都見到一啲嘅學生宿舍，都係一個好舒服嚟讀書啊住嘅 town 嚟嘅。另外咧 ，Guildford 都算一個大的轉車站啦。如果你是在英格蘭的西南部咧，咁去不同的城市都很方便嘅。上少少呢度就 walking 啦，再搭上嚟就是 Waterloo 啦。咁如果落去的話咧，向南咧就去到 Portsmouth 啦。咁當然都可以轉其他車去埋 Weymouth 啊、Southampton 啊嗰啲嘅大城市嘅。A few moments later， 揸咗十零廿分鐘嘅車咧，由 Guildford 就嚟到 Woking 啦。咁呢個就係個市中心嗰個前面嘅空地啦，上面有啲新樓啊，好高嘅新樓。咁大概呢個 town 都冇太多特別嘢睇嘅，咁但係我哋都兜個圈啦。咁個火車站就喺呢一度，呢一度係火車軌啦。所以呢度後面呢一個位置就係火車站，應該啱啱完咗個市集仔啊！呢度咁啊，執緊嘢啦，見啲人，小可惜。Hi， 你好嘛？佢可以同你講關於 walking 嘅水災嘅風險，同埋關於呢個氣候變化嘅資訊。walking 條大街大致上就係咁嘅樣啦。都是算是應有盡有啦，當然沒有 Guildford 那麼漂亮啦，但是走路也挺舒服的。 Woking 的站呢就是這樣啦，簡簡單單，你看後面呢都還有些新樓在建，應該越來越多。我想作為一些 commuter town 呢，新樓啊高樓啊只會越建越多而已，因為那個 demand 就絕對不會小。這裡的比較多商店的路就是叫 Victoria Place， 就是一路進去。如果剛才 Guildford 的商場像香港的大商場呢，這裡就像那些屋邨商場，真的差很遠的感覺。但一走到出來這個位置就有很大 Marks & Spencer 和 Skechers， 這個位置很空曠。剛才我以為呢這兩個雕塑是真人來的，因為為什麼有個人可以這麼高，高一個男人整個頭。走完一輪就歇一歇先，來了間 M&S Cafe， 這間其實都挺大挺舒服的，還有它這裡外面看著剛才對出那個廣場，剛才就忍不住進來坐一陣。應下呢個萬聖節，嗌咗個朱古力蛋糕，中間有一陣茶，係茶味嚟嘅。朱古力橙味蛋糕。呢個位咧有一個保齡球中心，咁出邊就有啲遊戲機、遊樂設施咁樣，好多小朋友喺度玩。嗱，頭先睇過佢一鋪咧就£7.50，如果大人都可以嘅。呢間 The Dream Group 都幾靚嘅，好似小人啲同埋新淨啲，
因為 Kingston 嗰間咧就舊啲，同埋咧都幾多人下，特別係嗰啲收工時間啊。不過可能 weekend 星期六反而會少人啲，咁但係啲機睇落係新淨啲，成個場睇落都係乾淨啲、靚啲。呢個商場都唔細嘅喎，有 TK Maxx 啊、Waterstones 啊，即係書鋪啦，同 Kingston 嗰個 Bentos 差唔多大，都係四層。仲有我哋都幾中意行嘅 Poulan 同埋 Wilko 就好似日本城咁啦，但係入邊林林沈沈嘢都抵買嘅，其實，所以我都幾中意喺度買啲日常用品。俾啲商場圍繞住呢個位咧，就叫做 Jubilee Square。中間有個像就是紀念世界大戰嘅一次世界大戰嘅一個像，都冇乜特別啦，就係、是、一個好多好多嘢賣嘅一個幾個大商場連賣嘅一個區咯。呢度中間好中意英國嗰啲書鋪，你知香港嗰啲就好多都已經淘汰曬，因為揾唔到錢，即係個需求冇咁大嘛，咁但係英國就仍然好多呢啲好靚啦，啲寶啊，同埋啲卡都係英國啲卡咧，都係非常多款同埋非常靚，所以好中意行呢啲書局。而家咧就過嚟 Morrison 呢度咧就 go street shopping 啦，買下日常嘢啦。咁因為呢度咧可以拍三個鐘，咁我哋頭先排喺度喺嗰度兜個圈，咁再翻嚟咧都仲出出有餘啲時間。咁頭先 Gilford 拍車就拍咗3.6啊。如果有得揀咧，就都係拍喺超級市場，咁順便去買嘢咧就啱曬啦。咁翻到去咧就再講下有咩嘢嘅意見啦，有咩感想啦，關於 Walking Gilford 呢兩個地方。咁而家就買嘢先，翻去就再講啦。誒，翻嚟。咁咧，而家就從四個方面講下呢三個城市啦。第一個就係交通。咁交通方面咧，攞翻個地圖出嚟睇嘅話咧 ，Kingston 咧就近啲倫敦啦，當然。咁交通方面其實主要咧，而家都係搭火車。如果入倫敦都係搭火車比較多，就少啲揸車。咁 walking 咧就比較近 M3 同 M25 兩條高速公路嘅。咁 Gilford 咧就仲方便啲添，因為咧佢就好近嗰條 A3。咁 A3 就係由倫敦去到 Portsmouth 嘅一條高速公路嚟嘅。咁好直接咧，就直接鏟咗入倫敦噶啦。如果真係揸車的話，咁但係當然啦，平時翻工就好少揸車啦，咁所以如果搭火車的話咧 ，Kingston 咧最快咧就28分鐘嘅有火車。咁佢個車錢咧，因為如果你用 Oyster 卡或者用銀行卡都咧，就有 Daily Cab， 咁就係14.1磅。咁所以我就用14.1磅做參考。咁然之後到 Walking 啦 ，Walking 咧就再快啲添，佢最快咧係可以用23分鐘咧就可以出到倫敦噶啦。咁佢個 day return 咧就係24.4磅，咁已經貴咗 Kingston 10磅左右啦。咁如果去到 Gilford 咧，就要成28.6磅。咁但係咧，佢32分鐘咧最快都可以出到倫敦噶啦。咁所以其實咧，雖然個距離係遠咗，咁但係其實入倫敦嘅時間係真係差唔多嘅啫。Kingston 係冇快咗嘅，但係唯一就係嗰個車費咧貴咗1倍啦，接近。第二樣咧就係治安啦，咁治安我就用翻 crimerate.co.uk 呢個網啦。咁喺倫敦，因為 Kingston 喺倫敦入邊噶嘛，咁所以咧倫敦有32個 borough， 咁治安最好咧就係 Richmond， 咁咧其實 Kingston 係排緊第5 out of 32嘅。咁佢個 crime rate 咧即係究竟1000人入邊有幾多單罪案咧，就係62左右。咁其實 Walking 咧同 Kingston 差唔多，都係62。咁 Gilford 咧就差啲啦，咁就去到72嘅。咁呢樣嘢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第三樣咧就係、是、呢個樓價啦。咁用翻 Rightmove 嘅資訊咧 ，Kingston 嘅上年嘅樓價咧平均係去到接近80萬磅嘅。咁 Gilford 同埋 Woking 咧就都係50幾萬嘅啫。咁 Gilford 就再貴少少，去到57、58萬左右。Walking 就是51萬，咁如果淨係睇 flat 嘅話咧 ，flat 嘅話 ，Kingston 咧就要去到44萬磅啦。咁 Gilford 咧就28萬 ，Walking 咧都係27萬幾。咁所以其實 Walking 同埋 Gilford 嘅樓價咧係接相約嘅，咁 Kingston 咧就真係貴咗一截啦。如果講 flat 嘅話咧，都接近1倍嘅
嘅價格嘅差價。咁去到最尾一樣咧，就係、是、風景啦。如果大家有睇翻頭先嗰啲片段咧，其實我兩個城市感覺都幾唔錯嘅。咁當然 Guildford 嘅風景就靚好多啦，因為咧佢個 High Street 就靚好多啦，有嗰啲石板路啦。咁另外啲樓啊、啲建築啊，亦都係靚啲，歷史感亦都係重啲嘅。咁反而 Woking 咧就比較工業化少少啦，成個城市感覺。咁同埋佢嗰個城市好似就係淨係得中間一個好大嘅商場，咁然之後咧出邊就係都係乜都冇。咁相對可能即係公園啊或者休憩嘅空間就會少一啲。咁 Kingston 當然就唔使講啦，我最中意呢條河啦，所以特登翻嚟呢度拍啦。三個嚟講咧，我都係比較中意，如果風景的話，都係 Kingston， 然之後去到 Guildford， 然之後去到Woking 嘅。但總括嚟講咧，我就覺得三個城市咧都係適合居住同埋舒服嘅通勤小鎮嚟嘅。好難直接比較話邊個好啲，邊個差啲啦。當然就最好就係自己去睇一次，行下去感受一下，咁就梗係最好啦。希望呢條片會幫到大家啦。咁都係嗰句啦，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咧，都可以話俾我知。咁呢集咧就去到呢度啦，拜拜。